台独声音先出来。没有，我刚刚麦克风没有收到那个。哇，小哥你好，终于来了男神。New York， 因为刚刚来了很多女神的，很多女性的这个观众，来，赶快跟他们挥挥手哈。Hello。 他们终于等到这个时候，来，左边还有你的粉丝等了好久。好，跟着媒体朋友问候一下。好。各位媒体们大家好，我是吴宇维，今天非常开心来到 I love New York 微风这边办的这个活动，我觉得还蛮适合的，因为我是也是从纽约来的。对呀、啊、你就是在美国待的啦，是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所以今天刚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那其实纽约只是一个概念了，最重要是把那个美国的品牌也再一次的推荐给大家。是是是，你今天穿的刚好就是美国品牌 CK、yes? Calvin Klein， 介绍一下啊、嗯、CK Calvin Klein 今年就是还蛮就是现在是夏季的，然后选这个颜色当然是为了要配夏天的颜色，然后就比较亮眼，所以我当然会选择这一套。是，太棒了，非常的帅，吴宇维怎么穿都好看。没有，今天穿的非常丑。我也是 CK 啊，丑，我也是 CK， 对，超丑，怎么好丑？好潮，中文要再练一下。对，你当我是芝麻糊啊，好丑嘞，对。好，这个是大 CK 跟小 CK， 我们都集合了啊。不过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吴宇维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啊，之前也出了歌啊什么的，还有什么计划在下半年？赶快跟粉丝报告一下。还有什么计划？就是在戏剧方面有计划，但是不能透露太多。对呀、啊，赶快要拍新的戏啊，对不对？我怕我会犯罪啊什么的，所以不能透露太多。哦，怕违约的问题，不能讲太多。好，请期待这个胡宇威精彩的表现。谢谢男神哦。谢谢。